好像要摸了，那变态的装扮是怎么回事？总觉得散发出了危险的气息。这个好像是变态啊，这个。找到变态了吗？杨健，危险！你的变态在你的后面，我操！本三，我男的都摸呀，我操！男的都摸。过分了，你竟然照我的建议把头发剪短了，不错不错。咦，犀利的。今天的屁屁比平常要硬。开始练马拉松了吗？我懒得都摸，我操，这变态啊。各就各位，哇，他要跑了。哇，我要追了，迎难而上啊，迎难而上，这个过分了，来抓！哎呦我操！来，我认真了。哇，他跑得真的很快。跑疯了。好，要追到了。快快快，逮到。哇，这个变态，捉住屁屁大师。溜得太快了吧，竟然追得上我这个前国剑选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就是变态三剑客的屁屁大师吗？你是打倒我朋友内裤教授的那个男人吧？别以为我会像内裤教授一样乖乖束手就擒，那家伙在三剑客当中只是个凡人，顶多是业余的变态而已，凡人。而且刚才我摸了可爱的妹妹屁股，兴奋的血脉喷张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生龙活虎，亢奋状态。我操，不是吧？斗气来了，斗气化马了吗？我操！让你见识一下变态运动员真正的恐怖之处。什么鬼啊！你他妈你是什么鬼啊！我就问你，有头恐怖之书是吧？哎，我再看看是你恐怖还是我恐怖。等一下，好，顶我顶顶你的蛋，来来，来来，小弟我肩摔砸头起来。别装死啊，你别装死啊，你别装死啊，我操，搞定，垃圾。有什么用？你有什么用？
停心了。对摸完女生的屁屁进入亢奋状态的我来说，这点打击好像蚊子叮一样，我斗气。也摸到的是他双胞胎的哥哥，虽然看起来像女生。什么？那我竟然对摸了男生的屁屁兴奋了吗？那不是正好？硬邦邦的男人的屁屁，硬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他要变身了，我还以为。